十九六，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煮好的，泡了一个晚上的这个，刀豆。我们这边土话叫很有趣的一个名字，有一点像英语的兄弟的发音，不啦刀。放在这里呢，先让它控一下，控干水分。等一下就可以开炒了。先把这个豆呢炒干水分，这豆呢水分呢现在已经差不多炒干了，炒干水分以后呢就先起锅备用。蒜蓉放下去爆香，倒水再放一点水。紫苏也放下去煮入味，放点生粉勾芡，放一点点生抽，再加一点蚝油，大火收汁，出锅了。来，开饭喽！啊，真好玩哦！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点个关注。如果呢大家有吃过这种豆呢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。下期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